我贝儿要拿着奖励贴去找母后了，这样母后肯定会带我去吃肯德基的。我先帝也要拿着奖励贴去找母后喽，我长饭也要拿着奖励贴去找母后了。太好了，可以去吃肯德基了。我白石也要拿着奖励贴。哎，我的奖励贴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哼，那我还怎么去吃肯德基呀？母后，你快看呀，老师给我们三个发了奖励贴，你赶快带我们去吃肯德基吧。嗯，怎么就你们三个？白雪呢？母后，母后，我在这呢，我的奖励贴找不到了。什么奖励贴怎么会找不到呢？你别着急，我来帮你问问。你们三个快说，是谁拿了白雪的奖励贴？母后，不是我拿的。母后，我也没有拿。母后，都不是我拿的。好呀，竟然都不承认。老师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奖励贴，怎么就白雪的丢了呢？白雪，你别哭了，母后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我给你点这里的散能量，你就能看到是谁拿走了你的奖励贴。我点点点点点。哎，母后，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呀？那肯定是我的散能量太少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赶快帮白雪点一点这里的散能量。我王后也想知道到底是谁拿走了她的奖励贴。等我查到了，我一定狠狠地惩罚她。母后，我看到了一点，她穿了一件黄色的裙子。哼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不许再点散能量了。我可不能让母后知道是我拿走了白雪的奖励贴，不然母后肯定会惩罚我的。小朋友们，我知道你们最好了，你们赶快点一点这里的散能量，帮我把奖励贴找回来吧。我也想去吃肯德基呀。母后，我看到了，原来是贝尔拿走了我的奖励贴。好你个贝尔，你不要去吃肯德基了，就留在家里刷马桶吧。不要呀，母后，我现在就把奖励贴还给。